早晨啊，而家4:09啊。今日出早车啊，会去港岛区。今日会带大家去港岛游览下啦。咁就唔系啲咩特别路线嚟嘅。咁睇下我会带大家睇啲咩咁样，或者可能你会有一个新嘅感受都唔出奇嘅。咁阵间见啦。早晨啊！早晨，文师兄啊，今日就系 ，hello， 系啊，咁点解会有文师兄嘅朋友一齐踩？我哋 total 三个人，咁就我哋会去港岛区游览一下啦，阵间见啦。今日除了我和文师兄之外，还会同佢另一个朋友 Gordon 一起出车。我哋三个都是97年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嚟噶。对于香港的变化，犹如睇紧影片快播。由细细个喺新闻报道片段入边见到的一支米字旗，旁边挂住一支沉稳色调、设计端庄的香港旗。到而家连电视机都唔会开嘅年代，不禁又会想拎起部单车出去兜下，散散心，吹吹风。今日我哋会去港岛区，香港嘅港岛区一向都系时尚、富贵、金融、商业同埋重要嘅政府部门机关所在地。由英国殖民地时代至今。規劃上都不算有太大的變化，只是交通網絡上的改變和一些新起或者重建的大廈越起越高，而傳統建築大廈好彩的就得以原位保留，不好彩的話就會被拆卸搬遷甚至被清拆。這些大廈有些是英國傳統設計建築，有些就是富有香港特色的当代设计。戴回个头盔先，我对建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的，所以我就带大家用眼睛去看，但就不会多解释的了。新成员 Gordon， Hello， 早上好，我们出发。終於來到港島區的天后了。首先我們會去山頂，沿途會途經麗德邨的外圍啦，虎豹別墅、景賢里，沿途還有一些六七十年代的住宅大廈、公寓、大宅，包括百家道啦。對著維港這個80,000元的夜景，住的人也都非富則貴。好可惜，山頂纜車啱啱進行緊更換工程，咁我哋就拍少咗一個富有特色嘅山頂纜車經過纜車站嘅機會啦。Thank you.
啦，山頂都只係經過嘅咋。咁我哋就落山啦，去中上環方向走走。中上環半山都不乏英式建築，最大型最出名嘅一定係香港大學啦。不過而家就入唔到去，就唯有去附近嘅英皇書院啦。紅磚牆嘅建築有亭台樓閣、水池，好靚噶。雖然我就唔係喺呢度讀書，不過喺呢一個咁靚嘅環境之下讀書，我諗都唔會冇心機啩。离开英皇书院之后，我哋就经高街向中环方向，途经高街鬼屋。突然间落起大雨，咁我哋唯有喺路边嗰度等一等啦。细雨啲之后，我哋就继续踩啦。经过荷里活道，顺便在大馆门口度睇下先。呢一个荷里活道嘅街牌都好有特色噶。最后我哋就去太平山街附近嘅一间咖啡店嗰度饮咖啡，倾下偈。都好耐，系啊。然之后我哋就走啦。我哋踩完呢個港島啦，係啊。
見到好多以前英國嘅即係啲建築啦。咁睇下大家覺得呢啲嘅建築啦，佢嘅存在價值喺邊度啦？好啦，咁我先走啦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見。翻到屋企啦，拜拜。咦，玉玉姐，你到嘅？呢度呢度啦，拜拜。好叻喎！呢度呢度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。